點解我話唱個仔你咁細聲啊？先啦嚇。你大家我講少少啦，上翻嚟咧咁我咧喺公司咁啊做嘢翻工嘅時候咧，我發覺咧我成日俾人篤背脊嘅，有冇人試過篤背脊？有冇？呢個經歷咧，係由細個開始啊，由小學我正正經經去同我群體嘅俾人告發開始，直到我大個溝咗 model 跟住偷食俾人揭發開始。我叫做小人，小人，冇錯，呢隻歌係叫小人，係嚟自我嘅 mixtape， 送俾大家小人音樂，唔該。音樂大聲少少，唔該。世界我不識君子，我愛太多真小人，大家要小小心提防，你身後會有小人，小人就似些粉。你地居心落住嘅倒存公司上下所有階層，但唔等於加到你呢啲公司最低層。我越諗越放咗問題，冇人睇得出你嘅為人。衷心將以下呢句説話送俾你哋裏邊小人。Oh, man.